就着吃吧。讲解什么？我不已经锻炼完了吗？我不是刚刚又是健身又是跑步的吗？味增汤。不好吃。这不好吃，真不好吃。但是汤挺好喝的。145斤肯定有啊，那你要想我个子多高呀？我1.88米的个子，100以后不可能。我不是00后啊，不是，我不是90后，我是00后。最重的时候170。哎，我跟广正一样高，广正也1.88米嘛，对吧？我也1.88米。就是看我吃饭好吃，是吗？
晚饭。我也不知道你们几点到，然后刚刚一直在等你们吃东西，结果早出来的就等到这个点了。哎呀，所以你看你这回要不要攒点钱给我，不多，100万就行。赚钱算你一半。不是最近要买一辆库里南吗？然后差不多在700万，但我现在只有695万。你这样子，你给我转5万块钱，完事呢，我那个把车提了以后，我用车去银行做贷款，然后我贷个500万出来，然后再把钱借给你，好吧？但是现在就缺5万块钱才能去提这个车。我这么说更夸张，我要提一辆库里南，但是这辆车呢是700万啊，但我现在只有695万，我就差5万块钱，我就能把这车提了。你这样子，你先给我转5万块钱，我先把车提了，回头我用车去做银行做贷款，好，然后我再个500万出来，再借给你。我这门牙不挺好的吗？你有病吧？啊，我牙齿这么整齐。小十七，我认识啊。缅北那边已经抓了700多个
占卜的，在里面圈坐关着呢。真投了，真的投了，但有保底。那咋了？还要吃蛙不？啊？下班了吗，老铁？啊？比起你妹啊，哪有时间跟你去玩了？滚！感谢聊天。跟传销的在聊天，吃点沙拉就好了。那个饭不好吃，真不好吃。手机，好好好好，我看一下，我这会看不了，这我看不了，我总觉得这个人是个熟人，不懂为什么。但我这会看不了，我所以我不知道是谁。好好好好好，但是这个好好好好好，这个人，这个语气。我又很熟悉，但是这个账号我就不知道是谁，这会儿看不到。哟，这不老铁吗？
个美女。哎呦，这我看不到啊。这个人是谁？这阿驴是谁？我这会儿看不到。我找找。